大家好啊，睇我喺边？今个星期咧，周末我要翻去内地，所以16号父亲节咧，我唔喺香港，冇得开 YouTube 同大家一齐庆祝噶啦。咁咧，依家就预先祝天下每一位父亲，有一个愉快嘅父亲节，同埋身体健康啦。系啦，虽然开唔到 YouTube 直播咧，但系唔紧要。因为15号同埋16号咧，两日我可以开抖音直播，几点钟开呢？我依家仲未确定，但系大概时间都系9点同埋9点半之间啦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喺9点钟之后留意我嘅抖音号，因为我未必可以预早通知大家开播时间。系啦，一开就开噶啦，系 啦，多谢你哋啊！我哋抖音直播见啦，大家好，这个周末我要回内地了。对了，大飞机在等我。所以呢，16号的父亲节，我不能在香港开 YouTube 直播跟大家一起庆祝了。但是，对，我就要预先祝愿天下的每一位父亲，父亲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啊，还有健康的身体。虽然我不能开 YouTube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可以开抖音直播。对，15号。和16号两天，我都会开抖音直播。那么时间大概就是9点到9点半之间。对，但我不会拍一个通告再告诉您。所以呢，请大家在9点钟之后就留意我的抖音大号。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们抖音直播见，谢谢。一句深情的问候，唤起四方回响。无论身在何地，影无不去都是你的模样。季节早已吹响，你我和大家一样，重逢在艰难的战场，何以今生死交？